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打这个盟军敢死队二 U24 关卡，这个是古墓丽影三，也就是魔晶校尉系列，这个古宅探宝。我们前几次呢已经把这个地图的所有的这些外围吧，这个古宅之外的地方基本上都清理掉了，今天呢我们就来攻击这个古宅，看看里面到底埋藏着什么些秘密。这个战术呢，我们前面几分钟呢也大致分析了一下，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攻吧。存个盘，这个人呢我们扛走，好像用不到了。好，被你挖到这个地方来埋伏。Alright。五号人到这边来埋伏，三号人也不能让他闲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三号人到这个地方来，准备进一下我。看一下有多少发子弹，30发，这个子弹是够了。一号的子弹呢？一号只有11发子弹。哎，这个怎么没定住？这悲剧！再浪费一发。啊哈！尴尬，刚才都可以，怎么这次这个位置怎么多了一个人进去？好吧，这个还是只能慢慢来，一点都不能着急啊。这个打掉之后呢就简单了，没有这个长城巡逻哨之后，这边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们还得躲过这个，然后爬到这个里面来。这个地方可以躲一下，I'm ready, sir. All right. At your service.
哎呀，这个人早说嘛，这个居然是个移动哨。All right. Direct the mundo. Yeah.I'm ready. Okie dokie. Yeah. Right. Direct the mundo.
I can imagine. You. Uh-huh. Okay. Huh? Yeah. Okay. All right. Yeah. I can imagine. It's all mine. 哎呀，试一下。 My turn. Okay. 这张还不行啊。 OK。 I can imagine. Okie dokie. Okay. Uh-huh. All righty. Okay. You. Correct the Monday. 啊，好不容易啊。 It's all mine. All right. Okay.
Okay. Yeah. All right. Right now. My turn. I'm ready. I can imagin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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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这边又少一个，现在来把这个移动罩干掉，这个移动罩还是很烦的。 I'm ready. 买不了，这关好像一个都不能买，连这边这个龙天都买不了，这完全不叫。I'm ready, sir.
个操作。我这边开枪，这个战术理论上是行的，不过操作起来好像很麻烦。又浪费一发子弹。这个转向转得太快了。这个地方可以躲，这个地方躲这个我就控制不住了，只能跑到这个地方来。第一步跑这个地方。I'm ready.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果然没看到。又打十级了。还存了一个十的。还得这个三号。Ready. Right now. That's it. Yeah. All right. Let's go.I'm ready. 你老大过来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好像你没法定这个。被他看到的老大。I'm ready. 必须在这个地方控制这个，因为待会儿你这个地方入场的话，你那个老大必须还是得把这个视野牵住。现在就是这个移动受干扰，想办法把它引过来。这个好像也是固定受，这个是移动受，这个怎么干掉？这条路进不去，然后只能从后面出手，后面出手到这个地方就走不动，还是得从这边走。I'm ready.这个地方再开一枪，然后把这个干掉。
I'm ready. All right. 这么大，好像是这样的。等一下，时间差吧。这个为什么能看到汽车后面的？这个小吉普车居然挡不住视野。是移动上、哦、这个是移动上，我在这个地方拉绳子把它捆掉算了。I'm ready. 好像拉绳子捆不如在这个地方捆来的简单一点，还是用这套战术。居然都不管这个人。里面的将军干掉，一口气跑过来。还真可以。I'm ready.没子弹啊，我操，还真没子弹。It's done. All right.Thank you.
Right. Let's go. Mamma. I'm ready. Right. Right out. Let's go. Yeah. Right out. Okie dokie. 这个原本的 officer 在这个里面什么都不是，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将军。哎呀，哎，没存盘。太倒霉了。I'm ready. 刚才这个操作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复制一次啊。All right. Right out. Let's go. Yeah.Right out. Whoa! I'm ready. Right. Right out. Let's go. Now, now. 这个把我看到了吗？Ready. Right. I'm ready. Right. Right out. Let's go. Whoa. I'm ready. Right. Right out.Let's go. Nothing like that. Right. It's done.这个都干不掉。My turn. 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好东西。Direct the mundo.Direct the mundo. Phew. 好了，这些移动哨干掉之后就简单了。
Okie dokie. Okay. I'm going. Yeah. Yeah.在这个地方 It's me, sir. 5号单枪匹马进去看一看再说吧，这个看不到下面。 Correct the mundo. 哎呀，这个地方过不去啊。 OK. 有什么东西？I'm ready. Aha. Piece of cake. Me, sir. Okay. All right. I'm ready. Aha. Good. I'm ready. All right. I can imagine. Okay. You.Uh-huh. Okay. My turn. Uh-huh.
真是烦。嗯哼。Okay. That's done. You. Uh-huh. Okay. My turn. No. It's all mine. It's done. This 镜中之手，好像这个地方躲不掉。Okay, let's go. 到这边。Doki. Jigo. Uh-huh. 只能在这个地方吗？ You. Right.看一下这个地方躲不躲得掉。这个还居然还有碰撞效应。My turn. You. Uh-huh. Okay. It's me, sir. All righty. 哎呀！ I'm ready. 这个死的太冤枉了。哈哈。这个地方能躲躲不掉，还是得进来。得踢了这个。I'm ready.Thank you.
号总不会吧。This is mine. 我操，还是差点看到。这个，我开了墙导致的。我是说，本来不是这样的，怎么回事刚才？再上来看一看。You. Okay. 没有冲锋枪就是惨了。这关好像捡了一把冲锋枪，但是好像屁用没有。这个要小。好，我还可以干掉一个。继续来我们的绳索战术。冲锋枪我是有，但是没有子弹，这个有点郁闷。冲锋枪不知道在谁身上。Mine. 啊哈。这个绳子拿好了。This is mine.还要不要我动手？冲锋枪倒是有。哎，这关我们没用过烟酒吗 ？It's done.Ready, sir. 这我没烟酒打到这个地方的吗？我都不记得了。Yeah, we're listening, sir. 这两个人身上烟酒都没有。这里还有个箱子，看样子上面已经没有人可以引过来了。这个还没有干掉。必须把这个干掉，我干掉这个太麻烦了。这个地方开枪，把这两个也转移过来，然后来把这个干掉。哇，感觉难度好大啊，这个。Correctamundo. I'm ready. Good.
Okay. Yeah.我去啊，有够帅，那个怎么会看到的？ All right. 谁把这个看到的？这个还要爬上来吗？哦，开枪听到的。I'm ready. 开枪听到了，刚才是开枪听到的。All right. Okie dokie.It's all mine. 哎，又是这个，这个移动哨真是专门卡我们这个地方。My turn. You. Okay.哪个地方开枪他听到了，这个开枪按道理是这个人先听到吧，又浪费一发子弹，哎，居然都没有了，互相子弹打光了。Correct the mundo. Uh-huh. It's all mine. Let's go. 这么着急干嘛？千万不能忘记重拿这个问题。好了，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我们这边突破了。Okay. 子弹交易一下。这关我用没用烟和好像没用了，不烟就战术吗？多少来一颗子弹？ Agreed. 这个能看到啊，这个能进得去吗？
Mundo. Okey-dokey. 哎呀，这镐怎么在这个地方？我操，这个里面是这个啊。咦，还有地图。什么地图啊，这个。A 区区的。哇，这个是集中营里面那个地图。诶，不是集中营里面那个。哦，那个地方。那个发包塔这个地方，我去，居然还有楼中楼，这个天井你们居然利用出来了，这个作者。这个地方我爬不过来呀，这样，我在这个地方开枪把它干掉。我得躲在这个地方，在这边开枪才能把这个干掉。这根本不可能吧。I'm ready. Right. 简单一点，我们先把这边的干掉，因为保不齐我们在这个地方开枪，或者在这边开枪，这些人会转过来。I'm ready. Right. 悲剧，贪心了，不该拿那个子弹。I can imagine. Okay. 老三身上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开枪会不会报警。
Okay. Aha. Uh-huh. 哎呀。啊哈。啊哈。这个移动哨干掉。Piece of cake。All right, yeah。不对不对不对。I'm ready. I can imagine. Huh? All right. It's all mine. So much. Whoa! Ah! Leave it to me.Phew! Alrighty. Huh? Huh. Wish I could do that, sir. Okie dokie. Okay.No one could have done it better. This 好像我就没办法了，爬不过去，又不能去。好，那边到头，又开始这边的行。Rectamundo. Uh-huh. Yeah. Right away, sir. Leave it to me. All right.Piece of cake. Piece of cake.Piece of cake.Right. Okay. Correct the mundo. Uh-huh. Uh-huh.
这个司机的动作好像没有这个费尔摩那么灵敏。我去，打了这么久才打这几个。这个人我怎么捆？只能在这个地方。这么广。怎么回事？
imagine. I can imagine. Okay. 怎么搞的？哇，你这个人把我的这个，快走快走。我这个古宅的层层包围，到这个地方把它解决，把这个解决之后，这个人可以引过来，这个也解决，然后这个人好像有点麻烦。哎，分析问题居然把这个时间错过了，这一轮是因为这个人干的，没能把这个定了。好，这个走，等他再次往回走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静候佳音。还是没把这个声音定住。I'm ready. 哈哈。I can imagine. 哎呀。要啊！为什么这个五号他没看到，把这个一号看到了？I'm ready. Aha. Aha.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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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办法。下面这个好像都只能在这个地方困。这么多人机会。一号在这个地方趴着动都没动，你们这些人怎么能看到的？这武林竟然看不到的。这个方法想得这么绝妙，居然还是不行。这个地方发什么呆了？这个为什么非要转这个方向啊？站不起来的。
两个都是移动哨。I'm ready. All right. Okay. Huh? Okey-dokey. Direct mode.又差一口气。Piece of cake. All right. Huh? All right. Direct commando. 鼠标没点。Piece of cake.操作得有多溜啊，才能一口气捆这么多。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No. I'm ready. Hi, Quello. All right. I'm ready. I'm ready. All right. You. I can imagine. Okay. Yeah. Go your way, sir. All right. I'm ready. Agree. I can imagine. I can imagine. Okay. Okie dokie. Eh, this is a go. To Rectamundo. Someone. You. Okay. 他往那边转的吧。 I'm ready. All right. All right. Jeez. Direct the mundo. I'm ready. I can imagine. 这只狗还能听到。 All right. I'm ready. All right. Okay. This game has some skills. Climbing the stairs is very fast. But unfortunately, I haven't learned it yet. It's still a bit of a tragedy. My turn. Okay.
你是往这边转的吗，兄弟？ Alrighty. Whoa. My turn. Okay. Whoa. My turn. Okay. 你以为我不会跨一圈吗？八蛋，挡了我这么久。It's all mine. 狙击枪拿出来。Okay. 这个就叫可攻可守，可远程，可近程。It's all mine. Okay.Okay. My turn. 那些快速上梯子的是怎么玩出来的？ Okay.I like it. Okay. Yeah. Boy.看到。
哎呀，我这个位置好好，刚好被两个银烟囱给挡住。Correct the mundo.哇，司机的本门道具，居然这关这么多肉。No one could have done it better. I can imagine. Okay. Hey, 没人听见。这就对了。I'm ready. Get ready. Okay. Okay.Okay. Piece of cake. Aha. Let's go. 商号说，我觉得我可以出场了。Uh-huh. Yeah.Okay. Right out. Mm-hmm. 这个为什么是红底？这个关卡的表面我们都已经打完了，为了安全，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深入敌后的玩法，一定要把这些俘虏给处理干净。Can't manage it, sir.Yeah. Jeez. Here we are. We're ready. 目标怎么搞的？Right now. Ready, sir. Okie dokie. My turn.My turret. Correct the mundo. Okay.Right out.
Ready, sir. Let's go. All right. All ready, sir. 怎么每次都刚刚好？这里是不是还有？这里应该还有一个。
个。I'm ready。看这个劳工三人。Here we go。Let's go。Let's go。我就知道这个地方还有，这里还有，这边还有，这个地方。Prepared. Okey dokey. 哪里还有？剩下的楼上，楼上一个，两个，三个，楼上三个。来看看小地图，一二三，楼下一个，四个。那这边就没有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哎，在哪里 ？I'm ready. Right out. Okey dokey. 说得很对，玩这个游戏的都是很牛逼的，没有非常好的耐心根本玩不下去的。Right out. Okey dokey. Yeah, here we are. Let's go. 好了，我们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些垃圾我们也清理干净了。诶，这个地方怎么还有这么多？这个是房子上面的，房子上面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房子上面有四堆。好了，现在我们所有的任务呢 ，Let's go， 一个都没有完成。虽然我们把这个地图清零了，但这个纳塔莎呢，还有这个什么什么金猴呢，我们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只把那辆车给发现了。Let's go. 先过来纪念一下我们这个伟大的成就。Let's go. 存个盘。扛俘虏扛了这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看看这个地图上有哪些门。这个地方一个门。哇操，这关居然有这么多衣服，我还没有。好，就只有两个门。我们现在先进上面这个门。老规矩，这关是司机玩的。哎呀，怎么这么不巧？哎，又是这个地方出的吗？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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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人吗？五号说为什么天黑了？我五号在哪里啊？这个地方。OK。哎，这个打不昏吗？都可以是啊，但是一般就是说主播嘛，播这个他都会就是说稍微的就是炫耀一下自己的技术，所以呢就不杀，因为一般人打这个游戏吧，要是不杀狗的话估计打都打不过去。我们这关烟酒好像也是没用的，你能想到这种高手的玩法吗？You. 我操，子弹都满了。冲锋枪为什么没有子弹？
Let's go. Let's go. 哎呀，我们又得来玩我们长年累月的这个怎么？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走走走走走，跟我一起出来。前面要是没看过的朋友，现在又可以重新来看一下我们什么高级玩法，如何对付这个作者无耻的触发。诶，这边这个呢？怎么只有一个了？为什么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么多的人？ It's all mine. 我们再去找一个。哎，刚才我扛的机枪手在哪里？糟糕，丢进去了。这个有点慢。I like it. 一号说又玩这一招。有没有点心意啊？好了，现在我们存一个大的，准备开始攻击了。二代里面极度牛逼的家伙，我这个一号在哪里啊？操！一号呢？我这个分辨率小导致的吗？哎，一号呢？哎，好像在这个地方。我操！这一波居然是狙击枪，我这个枪都满了。一个人干。I'm ready. I'm ready.打不翻这个呢？ This is mine. 诶？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什么意思啊？That's it.Leave it to me. 怎么拿不掉啊？ Agreed. Hey. Aha. Mine.这关这个作者的触发看被我这样的突破了，估计
估计这个作者看到的话，肯定是很郁闷的。我辛辛苦苦设置的出发本来是不妨这个将军府的，拿给你这样玩，瞬间就感觉被迎头痛击了一棒。怎么还有这么牛逼的玩家？你们看到的那个室内场景暗不暗？暗的话，我把这个亮度调高一点。我不知道这个里面还有多少人，又没有钥匙。I like it. It's all mine. 多买。这三个人双手一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也是触发的，结果呢，我们没有触发。三号说要不要我过来把这只狗给干掉？但是我们这种高手玩法了，就是说，怎么也得装到底啊，就是不杀狗。藏出来，这个门呢？哎呀，撞过头了！这个俘虏没扛出来了。I'm ready. 哈哈，这个地方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的俘虏呢？Leave it to me. What out?算了，就丢在里面算了。把俘虏扛出来好像也没啥意义。I'm ready, sir. 这边明明还有一个俘虏，跑哪里去了？Leave it to me. 什么叫看着难受啊？我们专门这样把狗留下来，你还说看着难受？这才叫高手的玩法。Piece of cake. 哈哈。Leave it to me. 这个地方丢了俘虏跑得掉吗？简直想过了，还别说跑，过去就被打翻。操，这三个人护吧。这个还是得司机来才行啊，这个。走，司机进去。OK， 这是司机的干。
Uh-huh. You wrecked the Mundo. Yeah. All right. Done. Phew. It's done. 现在我们又开始捉鱼的这个。这个小林说，小林在不在啊？这后面还有多长啊？要是长的话，我就分个段；不长的话，就直接打完。I'm ready. Okie dokie. 一般小林说的话也不能全信。他说这个关卡很简单，打到现在发现这个关卡难度好高啊。I like it. Okay.手电筒吗？哎呀，看不到。My turn。这两个巡逻队按道理是出发的，结果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出发。但这个是四个人了，我们怎么捆呢？哎，你们这些人呐！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费那么多劲干。想到一个很绝妙的办法。My turn。这才是什么叫二连击战术，这种才叫。哎呀，这两个这个没有拿出去，原来是有用处的。我们这个算歪打正着，虽然我本意不是这样想的。来观摩一下这种复杂的战术。就这个吗，兄弟？ I like it. 机盖喷喷，好像远了一点，好像远了一点。这个 ，This is king. Right. Leave it to me. All right, agreed. 二连击，我们想想看，这是一击，然后加个二击。It's all mine. 看看能不能成功。理论上呢是比较容易的，实际上呢还是很难的。这个。你这个怎么会没看到？这个你凭什么看到？战术失败。Alright.哎 ，OK， 这个这边这个人没人管吗？有没人管？再来历史重复一下。Okie dokie. You. It's all mine. 看我们这些高级战术。You. 大家看看过不过瘾？
到什么屋子里面去才行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不纯粹是……这个地方我们又轻松搞。至于这两个嘛，我们到他后面去，拍拍他的肩膀。Right. Yeah. All right. 大家好。Yeah. 怎么没有出发呢？ Okey-dokey. 我这个地方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居然这个没有出发，太看不起我了。我的那个东西呢？看我包袱里面好像少了一个东西。My turn.三号说这些人跑到这个古宅里面去到底是干嘛的？陈盘，这个好不容易打到这么辛苦，哎呀，外面望看了，还好没有触发什么，这外面一不留神放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就全部给解绑了。这才叫真正的古宅，就两条野狗在外面，然后一个人都看不到，飘扬着我们这个万字旗。然后蒙个政府大喝一声：“来呀，把中国的这个如来佛给我抓走！”居然是这个如来佛的座下。好了，我们两个去探一下这个古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一二三，三个门。Let's go. Yeah. 哎呀，里面也是黢黑一团，我怎么看啊？这个。Done. 我操！你们看得清楚吗？我这个画面完全黑了，看都看不到。Good. 这棍没有工兵的啊。I'm ready. Here we are.这个作者有没有这么无耻？这些巡逻队怎么办呢？我们让这个来试一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要是不行的话，完全不行。Alrighty. 这个要钥匙。我操！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么黑啊？早知道我躲这边。伤了我背脊。OK。这个门呢？My turn.想跑？哎！我操！幽灵，这怎么回事？哪里来的幽灵？我去！这个幽灵是抄袭那个《仙剑奇侠传》的吧？看着好像像啊！哎，糟糕，这个地方好像躲不掉啊！My turn. 又是这么多东西。My turn.
哎呀，我出不去了吗？没出来。It's all mine。看看预言者上钩。你们看得清楚这个画面吗？我这个画面有点黑暗了，但不知道你们那边的画面如何。居然没人看到他吗？忘记了这个是夜晚的，看不了这么远。我的绳子呢？就这样把我给绳子给骗走了。That's done. 操，我的齿轮呢？哎。在这个地方，重来吧，重来吧！我忘记了这个室内战术了。室内战术原来是 My turn。My turn。都没有。My turn。这个符箓还真没让人看到。My turn。还是强行硬攻吧，不和他们玩这些简单的了。That's done. My turn. 怎么回事 ？Okay.My turn. Mm-hmm. 下次就轮到你了。这个果然是不救人的。That's done. It's all mine. 是吧？不着急这一点。哎呀，糟糕！ I like it. 一号快来救我！ Right. 这画面黑不隆冬的，看都看不清楚。一号进去打。Yeah. Okie dokie. Huh? 啥都没有啊。
这个体操训练室，这边这道门是锁着的。Good. Good. 这边还有个楼梯可以上，这边这个门好像没有了，这边这个门开不了。我们现在上楼去看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我们在外面取一个视野再说吧。万一待会儿这两个巡逻队莫名其妙跑了，哎，我人在哪里？我人在哪里？ All right.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I like it.关卡好像还没取过地图啊，果然一个地图都没有取，叫你取一个地图吧。It's me, sir. All right. All ready, sir.我操！这这是逼着我杀你们吗？这个被你们喊郁闷，你们这些找死吗？哎，还有谁？哎，这几条狗就很聪明，刚说你聪明。这完全就是《生化危机》里面的狗，打这么多枪。It's done. 这几个机关枪好像无人控制啊！这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个机关枪啊？这上面还有门吗？没门呐、啊，又是这个楼梯。Leave it to me.不想杀这个地方的狗，不知道能不能过去。先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再说吧。哇操，还有狗，还有鲨鱼。I'm ready. 你这个又不能打我。哎呀，我这个贝雷帽有点郁闷了，没子弹了吗？哎呀，还真没子弹了，这好无趣啊！I'm ready. Here we are. We're listening, sir. Let's go.竟然假冒他们的队伍。Here we are. 这个地方存个盘算了。这个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找到娜塔莎，偷走金子，所有人从卡车走，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哎，算了，这个打了两个半小时了，我们今天这一段就先打到这个地方。这个是那个盟军敢死队二的那个高难附加关，这个国木丽影系列的第三关，整体关卡呢叫 U24 关卡。我们呢已经把这个就是说第一副地图已经全部打完了。这个第一副地图吧，就是说你在不用任何道具，按照深入敌后那种玩法的话，这个关卡打起来还是很过瘾，难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至于这个第二个地图吧，我们就下一次来打。这个地图里面居然还有幽灵，还有鲨鱼，还有狗，我的肉好像只有四个，我要不要下一次还是先得把那个娜塔莎给救出来啊？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娜塔莎吧。我们因为就是说想展现一下我们超凡的实力吧，是没有去救娜塔莎的，然后就打到这个局面了。一般的人呢是做不到的，只有我们这些就是说高手级别的吧，才能玩出这样的花样。大家看一眼，看到没有，娜塔莎居然在这个地方和这一堆猛男在一起。我们下一次就从这个地方接着打吧。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打到这个地方，这个外面呢也已经打完了，下一次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娜塔莎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今天就打到这个地方，大家再见。